我先来抽虎币吧，看一下哦。上礼拜天而已，我们要来抽这一张卡，亚特兰提斯。对啊，先抽古币啊，大家都叫我先抽古币，大家好像抽古币比较好。那我们先抽，我古币有一三四五，古币有一三四五，古币有一三四五，可以抽三抽，十三抽一抽鹿魂，没中。没中，也没抽特哥。又怎么？啊？我说你还没中特哥。我还没抽啊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我都还没抽啊。加油！第二抽。谁抽了？第二啊。啊！中了，加油，中了！太扯了。可是是黑金很多种啊。三抽，要把它抽完吗？要把它抽完吗？啊？第三抽。第四抽。等一下哦！哇靠，超吵的！兰斯洛特，我该不会十三抽都不会中吧？看啊，真的超垃圾的耶！我抽了妲己，可是我现在抽到他就觉得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拜托！这张我也很多张嘞，上次抽两张，两张黑金，第七抽两张黑金，所以大概三抽会有一个黑金吧，是不是？大概三抽会有一个，哦，这张很垃圾，这一张很垃圾。
个，我没有这张卡哎，开了图鉴了，开图鉴。哎，怎么又是他？我跟兰斯洛特这么有缘哦。跟兰斯洛特很有缘。抽了啦，没股币了，没股币了，新干爹来啦！感谢你的订阅，谢谢你的订阅，谢谢喵喵。红林加油窝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三黑金吗？还是三个黑金吗？股币三没中。对啊，两张黑火焰啊。